师谢祥瑞贺新年，初一各大百货抢人潮，寄出好康福袋。威风百货新一店最大奖268,888元，4.5星级饭店梦幻之旅免费招待20名亲友，松糕店头奖则是158,000元的按摩椅。福袋先排先抢，有民众11天前就来排队，是请朋友来互换，然后有一洗个澡吃个饭，然后就又过来。我们在这边围炉，这有我小孩喜欢的福袋吧，他们就我们做父母就陪他疯狂玩。他们非常有心啦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福袋其实上都是经我们进行挑选嘛，那可能差异性也做得比较特别一点。百货大奖自家董座也想抢，初一全台百货福袋送出9台汽车。最受关注的星光三月中港店百万名车，板桥大圆买送659,000元的轿车，搜狗百货寄出台北欧洲双人商务舱来回机票价值22万。蔡兰族最爱的零售通路，去年福袋头奖320万元的特斯拉开回家，今年改送纯金熊，价值高达360万。内容物都是我们比较，就是平常都会用得到的东西呀、啊，也会去买的东西呀、啊，然后再加上它福袋的价格也不贵，再加上它今年这个奖让我非常的期待。2张100元钞票握在手里，想把360万的金熊带回家里。薪水动涨之际，民众买福袋同样精打细算。漏夜排队就盼在新春头一天博个好彩头。欢迎新闻林继祥、林依林台北报道。